各位亲，你最近孩子学习挺苦的啊，也挺累的。我们抱抱身边的孩子吧。有点尴尬，妈妈说她抱不动我，鸦雀无声。安全情况下啊，谁把孩子抱起来，而且能把孩子举得就是抱得最高，我给他10块钱的一个红包奖励。这一下好家伙，开始了。中间能抱一次了，不那么叨叨了。不那么叨叨了。和心里从心里面觉得很非常高兴啊，我的孩子长大了。他那顶谁了，我现在已经抱着他很沉，有点抱不动的感觉了。我觉得拥抱是比任何语言都无法比拟的那种一种神奇的力量。为什么？我觉得当两个人拥抱的时候，全世界都安静下来了，彼此的心也柔软了。我觉得经过那一夜以后，第二天的作业就立马有改善，优秀作业都18个了。平常就是光那么搂搂他，也不是那么抱他，多大的？抱过不超过3-5回，长大以后很少抱他。以前抱我叔，不叫妈妈抱他抱，现在抱我叔，妈妈说上边去，上边去，上边去。